三二一，粉红色时光，收视很闪亮，流量大亨好。正中间，然后我们要进行电子媒体的访问，再要麻烦大家看一下哦。敏感的原因是因为啊，主要因为这种事情，就他叫我，因为他知道我现在压力超大，就是音乐剧的敏感的原因是因为敏感原因什么？因为什么？是因为有了吗？没有没有，虽然今天的衣服很容易看起来好像有，但没有，就还没不会有了。哈，最近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就是虽然我们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小孩没错，然后也不排斥未来有第三胎，可是就是现在我们两个也是希望，因为他现在最近工作也是，他今年算是蛮不错的，然后我现在也接了音乐剧，然后粉红色也要播出了，然后接下来也有几个不错的机会在谈，然后加上就是姐姐跟弟弟也现在呈现一个他们的现在状态也是很需要帮忙，以前有一阵子很常说要不要再生一个妹妹这样子，那对妹妹，对他就弟弟他不要，他只要妹妹。又是弟弟呢？又是弟弟，我不知道哎、欸。为什么你刚刚生一个妹妹？他刚刚只是用这种表情问你吗？就他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妹妹再一个妹妹这样。我有点死了。没有啊，就是邀他上床啊。什么？想邀请你，你会怎么说？我说谢谢。谢谢是好怪啊，你认识他老婆吗？不是啊，就是没有，但现在也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是共事的状态，就是我们有共事的状态，就是三胎先缓缓，这样没有要那么快。会有意外吗？不会不会，我们都有做好安全措施。你前两胎有安全措施吗？前两胎也都有做。没有啦，就是现在没有这个计划。